师好。Hello， 大家好，我叫 Joey。你好，是 Joey 老师。Hello。听说这次就是比赛，我们要有异业结合，然后有舞蹈这方面，这个舞蹈方面就由我来负责。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 Sir Sexy 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些像，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像啦啦队那种，像美式啦啦队出现的那种喊口号的那种，对。然后我会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喊口号的地方，其实因为我们音乐上我们也有加一些拍手的点，就是我觉得或许有一些动作是可以跟观众有互动，对对对。哦呀，这个很好，这个很酷，很符合啦啦队那个气氛氛围。不知道能不能用要求这个，但是我不想要。等等，老师说的是，因为我们的歌里面其实有一段是我们的节奏有点变成 double time。嗯，我希望或许在那边我们的动作或者我们整个舞团的律动也可以跟着有一个好像整个嗨起来的感觉。因为这个部分的处理会更。如果以舞蹈来讲，它会是更强烈跟更复杂，包含动作组合、身体的强度、技巧。那如果说我们要歌手跟舞者是有一个共通点，我应该就会用画面来组合。可是画面来组合，那我们没有时间，就是可能聚集在一起，然后好好的讨论，好好的尝试。对，这个不是你们。也不是舞者的问题，是节目的问题。没有。